旁路直播各位观众，记者目前就在基隆的外木山，可以看到旁边的海是掀起一阵又一阵的巨浪，伴随着强阵的风势呢，这个海浪有越来越高的趋势。不过这个区域呢，也已经变成危险的区域，所以稍早呢，有民众来这边观海，是立刻就被海巡人员给劝离。哎，好几年没有这样了，哎，没有这么浪高了。当地人吗？哎，不是不是。哎，英哥过来的。目前基隆的雨势是一阵一阵的，不过随着台风的进逼，越晚风雨会越大，而气象局预估明早台风就会逐渐的远离台湾，预计明天一早就有机会解除路径。以上是新唐人记者在基隆的采访报道。